跟哎、欸、是，你选择的是模仿章鱼，是，但你模仿刚刚是白痴哎、欸。很难告诉你，业务章鱼谢谢你。模仿章鱼给提示啊，还是你用动作？不敢面向你，只敢为难自己。章鱼刚刚坐在沙发，也只是看节目，现在已经写好存证。到，我是章鱼。我的腔调不像很浓，大家叫我章鱼浓。我不像啊，好尴尬。如果章鱼看到这一集，真的会觉得我们在噎他。我觉得萧敬腾啊，那萧敬腾，萧敬腾，大天可以的，现场的朋友，有，你们好吗？嘴唇上染着鲜血，欢迎喜欢自由。好忙哦，小心。两大个侍卫，脚下踩着玫瑰。谢谢。好，过关。章鱼嘛，章鱼来，欢迎。大家好，我是章鱼，我的歌老师。在送给我送给你，为什么？今天我选的是章鱼，章鱼的歌在这，我们来代替，千万不要对有事写信，他真的有问题，他还会耍脾气，跟他很难拿第一。注意注意，章鱼，我要告诉你，今天的猜歌王，张帝。今天我肯定是第一名。是，你选择的是模仿章鱼，是，但你模仿刚刚是白痴哎。老外真的告诉你，业务章鱼谢谢你。这个可以算过关吗？过来，可以吗？出题。章鱼。你的酸楚和脸上的笑容早就合二为一，难吗？接唱题还是接唱哦？连歌名都不知道他怎么接唱。信誓旦旦的爱情在哪里？我一言难尽，忍不住伤心，衡量不出爱或不爱之间的距离。你越来越重，明白你的决定。来，我想他约会是在冬季。好合哦，这句应该不难呢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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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各位，我们现在录到这边，是如果章鱼看到这一集，真的会觉得我们在噎他。章鱼真的会提高哦，只有大根而已，没有。前面就是我一，而且大根还说人家是白痴，不是？等一下，而且我学章鱼的声音唱这个唱不出来，会更奇怪。模仿章鱼给提示啊，还是你用动作？不敢面向你，只敢为难自己。大家好，我是章鱼，不敢面向你，只敢为难自己。
我为难我自己、啊。哎、欸，真的，真的在为难自己。这个每一个模仿张宇都会变这样，都是这样，对吧？相信我，有两分了吧？不然我觉得他是一个黄立行呐、啊。你们再挑战一下，没有洪金宝、黄立行，黄立行穿过学校的有没有？洪金宝、黄立行，洪金宝齐秦的膝盖吗？有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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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加起来就可以了。贤哥要被我们坏了吗？怎么那么像蝌蚪啊？好了好了，张宇了，张宇了。我就想打你。张宇，张宇，张宇还有题目，还有题，还有题，还有题，张宇还有，张宇还有，张宇还有，张宇我我只是姓张，我不一定会张宇。张宇开心一点嘛。张宇大哥都看了，那就一次让他气到底。好，张宇刚刚坐在沙发，真的也只是看节目，现在已经写好存证。太气太气了！不要得罪，就选你会的啦，张宇。张宇，张宇，张宇，大家好，我是张宇。张宇啊，我的腔调不像很浓，大家叫我张宇浓。我不像啊，好尴尬啊！我不会啦，周杰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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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丢脸！为什么要把我们弄成这样啊？没有不叫，周杰伦，周杰伦，好不好？大家好，我是那个亚洲天王，好不好？周杰伦，哎，我是周杰伦，内心最纠结的人，怎么了？叫周杰伦，周杰伦，周杰伦。那你还记得你的高中老师吗？好吧，我高中老师是什么意思？哎呦，不错啊！你没有看宪哥的？有啊！大家都知道我是亚洲天王，对不对？是。但我最喜欢阻挡别人。哦，为什么？因为大家都叫我周董。周董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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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错，不错啊，好不好？差不多没招了。我觉得差不多，我觉得其实我觉得张宇好像刚比较，张宇，张宇，张宇效果比较好。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已被我一脚踢开。歌词啊，错嘛改，错嘛改，已被我一脚踢开。快使用双节棍，双节棍吗？来了，哦，给正确答案，双节棍，恭喜答对，没有错。快叫双截棍，呵呵哈咿！快叫双截棍，呵呵哈咿！如果我有群众飞檐走壁，为了你们不惧一身正气。费玉清，哦，费玉清，谁哦？哎，那这个要模仿两句。这个要，这个要。啊，大家好，我是小哥费玉清。自从我封麦之后啊，这个所有的这个模仿的重责大任都交给了小虾陈大天，他现在大部分的时间呢、啊、都在家里模仿我休息。哎呦，哎，那我就来一个黄立行好了。有来了，正宗立行来了，请出题 ，Go。他的嘴，哇哇哇哇！直接就是给分数了嘛，送分了，直接送分了，直接送分了。嗯。天哪，扣分又笑又骂，要从四变八，这么用力呀 ！Sexy, so sexy。三个字，打分数，打分数，恭喜答对。分数，这个冠军已经出来了，张立东、陈大天。Wow. 最高积分获得奖金30,000元。黄立成跟那个小哥两个对话。哎呦 ，Oh my god！ 我今天真的是很开心，从LA回来我就拿了冠军，对对对，啊，很难得可以跟这么多不像的张宇一起同台。